Hello，我是江江，在这个钢铁对决啊，第一本那个野战手册，在一开始的地方，右手边有一个风车，然后进去的一楼，在这个梁柱下面有一个第一本野战手册。第二本野战手册啊，你开坦克穿过这个小镇，然后一直往前开，它的右手边有个风车，然后跟那个第一个野战手册一样，在同一个位置，也是在这个下方的梁柱下面。Come on, let's get to that rendezvous and be done with all this.那第三本野战手册呢？在这个风车的左手边有一个风车，一样是跑进去，它的一楼就有第三本那个这个野战手册。那第四本野战手册呢，在这个风车的下面，有没有这个位置呢？一直往前开，会经过一个阵地，然后继续往前开，然后那个阵地的后面有一个风车，风车的下方呢也有一本那个野战手册。那最后一本野战手册呢？在那个风车后面过这个桥，然后过桥之后往前开，会有一些敌人，然后通过之后呢，它的正前方有一个风车，它的最下面呢就有第五本野战手册。以上这五本野战手册呢，都在同一个位置，然后只是风车不同而已。